诸位信众，大家平安。福佑帝君吕恩主降世的《吕帝心经》是一部珍贵的良心宝典，教导我们要用以心治心的方式，培养36种良善的道德心念，来转化防治不良的心态和习气，才能以善心善行感召神明福佑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《吕帝心经》36心的第六句，以循理心治无义心。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，世人所有的作为应当符合天理良心与道德伦常，不徇私，不贪求，时时提醒自己，不能出现自私自利、忘恩负义的心态。顺境时才不会放荡骄纵，逆境时也能拒绝诱惑，坚守本分，培养出浩然的宽宏气度。义是指正当、正确、合宜的行为，是人生道路上必须遵循的准则。但在面对各式各样的物质诱惑时，有些人会被无明所蒙蔽，被贪嗔痴所牵引，迷失了原来的清明心智，做出偏离正道、犯下害人害己的过错。我们应当常常检视、反省自己的心念言行，看看是否奉行恩主公五伦八德的圣训，脚踏实地，一步步地改正错误，实践正道，才能活出光明磊落的人生。期盼大家都能发扬善信，提升道德，保持心灵真诚美善，让我们的人生、社会都能更加和谐、平安。